地作为习主席视察的首支空军部队，我们官兵始终牢记主席作出的重要指示，我们听党指挥的信念更加的坚定了，传承优良的传统，弘扬大漠神剑精神，统一官兵思想，汇聚磅礴的力量，我们改革转型的步伐更加快了，瞄准我们基地三位一体的转型目标，我们联合试验，战士性融合，核心能力不断的进步，我们的基层建设的基础更加的厚实了，我们学习贯彻纲要，不断正规制的秩序，通过组织建设、人才培养、部队应该说各方面的建设，应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视察的重要讲话的精神，我们反复学反复领会，确实把这个精神落实到我们具体的任务当中，落实到我们战士性一体整个职能的发展以及新质战斗力的扩展，特别是为打赢出谋划策，为打赢有具体的这个抓手和举措。